钟，我要点餐。抓到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吴思贤，欢迎光临。请问需要什么？边调饮料边快问快答，挑战开始。好。依你推荐一款是你最爱的饮料，茶跟咖啡各一款。咖啡、燕麦奶拿铁、茶、水果茶。我想一下，用一种饮料吧，黑咖啡，可以让别人提神。第三题，最害怕的食物。最害怕的香菇。第四个，最近觉得爆好看的一部电影。最近看什么？小丑。它可以即兴来一段印象最深刻的剧情。最深刻。什么的，忘记了啦。是有名国际大导演找你演戏，但是要全裸在公车上。脱。哦，都还没问你。就在公车上可以。等一下，是配角吗？主角。演。网红的疯狂世界，人生做过最疯狂的事？跳伞吧。第八个，刘宇欣的吻戏风波很猛，想请问这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吻戏？应该是跟钟瑶的时候。我比较喜欢狗狗。他会叫他什么？马子狗。圈内好友和合伙人掉到海里，会先救谁？如果公司很赚钱的话，那合伙人就先让他在海里了吧。李玉玺跟合伙人。最近不是很想救他，救合伙人好了。那陈宇安跟合伙人？我是男生嘛，先救女生好了。陈宇安。走红毯时滑倒或是鼻毛外露，人选一个。我宁愿滑倒。再来，最近无限循环的一首歌是什么？最近无限循环，应该要帮兄弟打歌吧？怎么了？如果不当艺人的话，你觉得你会做什么工作？不当艺人的话，我应该当我爸爸的助理。理想前女友是什么样？开朗、活泼、乐观。亲你一下，香橙红茶送给你们，等你们来。